些人故意挡路的，故意，没有必要这样挡路，可以慢慢开，把两条车道全部都占满了，慢慢的往前开，不让你 pass， 不让你从这个 passing lane 左边那个 passing lane 过去，整个都好几辆车站着右道，然后同时站着左道，又有好几辆车站着左道，就不让你往前开。那经常这样，没有必要的放慢我的速度，没有必要的，完全没有必要，就像那个 jerk， 就是 so called jerk，